昨天下午，某网友发布了一条微博称，昨晚温州一女生生日，扮成日本侵华士兵的样子，就不能找穿别的什么制服，如此无底线、无节操、无廉耻的恶趣味，并附上六张图片。图片中多名年轻女子身着二战时日本侵华陆军的黄色军服，头戴日本军帽，并在人中处涂上黑色，装扮成小胡子，摆出手持皮带的夸张造型。这种别人看我是荒谬，我看自己是绝伦的行为也引起不少网友的反感。于是有网友表示，现在流行言论自由，但自由也要有个度，勿忘国耻，怎能拿历史开玩笑。在此小编还是要提醒一下，娱乐要有度，太过了会乐极生悲。优酷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